一种自然的舒适感。沙发是天蓝色的，茶几是米白色的，奢华中带着低调。而这套别墅有消息称至少需要上亿元。何炅为何这么有钱？作为湖南卫视的顶级主持人，他创造财富的能力可以说令人折舌。湖南卫视能有今天的地位，可以说何炅是功不可没。汪涵曾在节目中说过，何老师开辟了湖南电视台的半边天。这句话并不夸张，虽然河南卫视靠着娱乐发家，但作为内地一家卫视，节目的多样性必不可少。而何炅则总能在关键时刻破解湖南卫视的危局。他的主持思想非常灵活，虽然不像汪涵那样博学，也不会引用经典，但他主持的综艺节目非常有连贯性，经常能逗得观众捧腹大笑，广受大家的喜爱。虽然在湖南台的工资很高，但是这并不足以支持他买下这么多豪宅。那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其实何炅的商业帝国离不开他父亲的帮助。早在2000年开始，何炅就涉足于投资领域，由他投资和创办的公司加在一起超过了20家，而他的父亲何卫更有商业头脑。十几年前，他就借着何炅的超高人气成立了湖南炯爸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注册资金为1000万。这家公司涉及的行业非常广，影视、文化艺术和餐饮都囊括其中。而公司旗下的炯爸爸餐饮系列品牌在全国开了300多家连锁店，有着何炅超高人气和口碑，这一家人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。在2015年公布的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，何炅的年收入就已经达到了1890万。所以何炅早就积累了雄厚的资本。2015年他成为一名导演，自己投资拍摄了《栀子花开》，这部电影为他赚了至少2亿。但是不得不说，他拍摄的电影确实不尽如人意，不仅豆瓣评分只有4.4分，他自己也被评为最令人失望导演，成功斩获了第7届金扫帚奖。大多数人都是为了他的名气才买账，可惜最后的结果却让人失望。除了何炅以外，汪涵、谢娜、杜海涛等主持人的豪宅更是犹有过之。谢娜和张杰在上海的豪宅据说是汤臣一品，位于上海陆家嘴滨江大道旁。汤臣一品属于中国十大豪宅之一，也曾经是中国最贵的小区，据说里面最小的房子都超过了400平，最大的则达到了1200多平，最便宜的房子也要几千万，最贵的则高达几亿。很多明星在这里都有房产，例如刘亦菲、张柏芝等老牌明星。也有人说谢娜在汤臣一品的房子是租的，但是这里的年租金可以达到100万元，一般人也是租不起的。谢娜的名气不用多说，从她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就可以看出她名气之大。她是第一个粉丝过亿的用户，也是微博粉丝最多的个人用户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谢娜的微博粉丝数量已经突破了1亿3000万。要知道她还是一名80后，能取得如此成就，可想而知他厉害到了什么程度。虽然有很多人不喜欢他，但这也丝毫阻挡不了他赚钱的步伐。早在2014年，谢娜就以1410万收入排在福布斯中国主持人榜上第5位。而随着娱乐行业的发展，现在的1000万对于他们来说应该只是小意思。其实在卫视的各大主持人中，还有一个住着大别墅的低调大富豪，那就是杜海涛。虽然杜海涛看着并不显眼，但他却可能是众多主持人中最有钱的一位。杜海涛父亲的名字叫杜国豪，一般人可能没有听说过，但在商界他却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甚至有人称他为江南首富，这也足以见得他家的资产多么雄厚。除了父亲是商界大佬以外，他自己也继承了父亲的商业天赋。早在2012年他就开始经商，公司一家一家的开，看起来做得非常成功。经过多年的发展，他的身价早已不可估量。也许是受到家庭的影响，杜海涛家的豪宅非常传统。首先，他家里的大门就非常大气，室内大多采用的都是中式的装修，从门廊往客厅看，整个客厅的装饰非常有韵味，一眼就能看到阳台。客厅里没有茶几，看起来比较宽敞，整个房间尽显贵族气质。实木桌椅和墙面的山水风景画彰显着豪华和档次，台灯上的花纹也充满诗意。而比杜海涛的豪宅更具诗意的
是另一个卫视主持人汪涵的豪宅。汪涵曾在一档综艺节目中报过自己的家，这栋房子位置在湖南广播电视台老员工社区，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，整个建筑也是非常的老旧。从照片上看，汪涵所住的房子并不大，也不豪华，面积大概只有100多平方米，装修风格则非常老派，客厅有点拥挤，黑白灰简单配色，再加上木质茶几和电视柜，显得别具一格。有特色的是，他的房子里有各种书画和对联，据说这些书画都是汪涵的亲朋好友所赠送，所以他们非但不奢侈，还很有意义。很多80、90后都是看着汪涵的节目长大的，他戴着眼镜拿着扇子的形象看起来非常斯文，尽管学历不高，但是他却非常有才华，常常在节目中引经据典，各种方言也是张口就来，有文化感的同时也不失综艺节目的幽默感。最让人感觉亲切的是，汪涵是草根出身的代表，以前他就是个在湖南卫视打杂的员工，最后抓住机会一步步爬到了主持人的位置。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么高收入的主持人真的会住普通的宿舍房，那就大错特错。其实他之所以住这套房子，只是纯粹的因为离工作的地方近。2020年，汪涵另一处豪宅曝光，整座建筑如同苏州园林一般充满诗情画意，绿色植物随处可见，到处都是笔墨纸砚，到处都是书籍，他的书房里更是充满着文化气息。在这样的场景下，不管是看书还是写字，都显得极具诗意，这样的生活状态令无数人心驰神往。据说他在这栋豪宅里收藏了很多古董，每一件都是价值不菲，就连整套名贵的红木家具在古董面前都成了陪衬，甚至有些家具本身就是古董。在他的家中生活就好像穿越回了古代，据说在他家里光是古董收藏就价值过亿，可想而知汪涵的身价。有网友发现，汪涵在节目中曾经戴过的腕表个个都是价值不菲，劳力士的可乐圈腕表，百达翡丽的鹦鹉螺腕表，还有沛纳海等十几块不同的名表，这些表最贵的可以达到几十万甚至百万。一番总结下来，不得不感叹一声，这些主持人的财力的确令人啧舌，他们的豪宅也都有其各自的风格，这些不同的风格和他们的性格息息相关，但是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造价不菲。不过近来的娱乐圈可不太平，汪涵、何炅、谢娜也接连被曝光了一些问题，希望他们还是洁身自好，不要枉费了这么多观众的喜爱。你觉得他们的豪宅怎么样？说说你的看法。